数百年之后，人类突破了二级文明，征服了整个银河系，在每颗行星轨道附近都建设了空间传送门，用于星际之间货物运输。丧彪为了还房贷，每天奔波于星际航行。这天，他带着女儿小美，驾驶着这艘卡米诺号运输飞船，刚运送完到火星的任务，老板秘密派给他了一单走私交易，而且报酬相当高。丧彪没有多想，便接下了这单任务，按照要求来到指定地点。这是银河系里三不管地带，各种灰色交易都在这里进行。丧彪降落到指定地点，前来送货的是一个生化机器人，对方提出了一个诡异要求，不能检查货物，自己要全程跟着。丧彪本想拒绝，但想了想房贷，便签下了任务合同。可就在丧彪回到驾驶舱以后，感觉身体不适，怀疑那东西有一定危险性，便嘱咐女儿不要靠近那货物，而机器人就一直看着货物，生怕有人打开，偶尔还会到一边抽个东西。机器人这操作也是简直了。就在这时，机器人似乎察觉到了飞船出现异常，便小心翼翼地过去查看，却不料飞船直接将机器人关闭在了另外的舱门中。原来是飞船进入了地球轨道附近，正进行轨道切换。而就在这时，丧彪突然感到一阵头疼，还差点与其他飞船相撞，幸亏小美及时纠正了方向，成功飞入正轨。眼见丧彪晕厥过去，小美只好独自前去排查故障。就在小美修复故障时，突然听到诡异的声音，而声源就来自货物内。真是好奇心害死猫，他最终还是打开了货物，里面有着一块发着光的方块。好奇心驱使下，他准备拿出来看看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异形虫爬到了他身上咬了一口。与此同时，丧彪也醒了过来，发现女儿不在了，通过监控发现货物被打开了，便赶紧过去查看。只见女儿像是变了一个人，神态非常的诡异，直接向丧彪发起攻击。机器人听到动静，及时赶了过来，救下了丧彪。机器人眼见小美已经变异，准备杀掉她，但遭到了丧彪的阻止，两人厮打一起，但丧彪怎么可能打得过机器人。随后小美又攻击机器人，丧彪担心女儿被杀害，便向警署发起了求救信号。可就在这时，机器人突然打开了分离舱，关闭了丧彪的舱门，选择了与其他变异虫同归于尽。丧彪看着远去的女儿，非常痛苦，只能眼看着在宇宙爆炸，化作无数碎片掉落地球，而那些变异虫或许也会因此降落地球。一场异形灾难即将来临。